前门，啊，哪里去？去前门大街那个大山栏那边去了。大不会读。
没事了对吗？谢谢。Stay forever. Okay. 嗯？哦，它不是流江型的。现在已经回来啦，然后今天在 Our Bakery 买了超级多的面包啊，对，超级多，然后还在 Mac 买了一支唇膏，我朋友强力推荐的一个色号，然后它的色号是646，我不知道怎么读 Marrakesh Kesh I don't know。然后给他带来个试色，这支其实我觉得很生气一点是 Mac 那边他竟然说这个不可以试色，不敢相信，他们明明是卖唇膏，但是却说不敢，不能给我试色。哦，好好看哦。然后手臂上给大家画一下。其实我觉得拍出来颜色比它实际颜色要艳一些，但肉眼上看还是偏暗的一个棕红色，好看。那可以自己挑吗？自己挑，你喜欢哪个拿哪个，只要看得满意。
觉得这个牛肉还可以。我们每天来北京吃，我觉得挺好吃的啊，还没有吃到过难吃的，很不错。是这家吗？对，好可爱啊，好可爱哟、可爱可爱。一会儿出来，一会儿出来拍个照。开始。这个博主有点累。是啊。我要一个那个芝士无花果和香香和肉桂，这个跟我一样，真烦哎！你好烦哦，你才烦，真的好烦、哦。那我们都点不一样的吧？谢谢。你不能说不好吃吧？我这个好结实啊！哎，其实姜和肉桂虽然很姜，还蛮有特性的。嗯，吃出来对那个感觉，椰子还不错吧？你下次可以试下椰子。